跳台裁判员李亚萌，运动员徐哲、唐春晓。二号台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李小鹏、邱华平。三号台裁判员魏宏哲，运动员胡一红、齐伟。四号台裁判员龙飞，运动员陈思明、台莹。五号台裁判员刘法恒，运动员蒙古选手查安哈吉日格勒、郝延廷。六号台裁判员李亚帆，运动员贾子龙，乌干达选手凯撒昌迪加。七号台裁判员何秀红，运动员李佳月儿、宋延伟。八号台裁判员温龙，运动员包国忠、马君威。九号台裁判员蒋宇格，运动员南非选手文森特·哈里德、李任健。十号台裁判员刘媛媛，运动员张汉轩、于海涛。十一号台裁判员马立东，运动员盛义晨、吴迪。十二号台裁判员娄奇然，运动员康立峰、祝伟斌。十三号台裁判员李宁，运动员魏凯彤，德国选手维罗尼卡。十四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战梦婵，蒙古选手俄阿荣齐齐格。十五号台裁判员周湘琪，运动员雷义伟、杨子成。TV 台裁判员耿思林，记录裁判员田明鑫、魏思，运动员王树攀、孔德京。现在比赛开始。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，听我口令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孔德京获得开球选择权。欢迎收看长春冰雪新天地乔氏杯2024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甲级分站赛长春站的 TV 台现场直播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庆勇。在本场比赛里边呢，是两位国内球员的对阵，画面左边王树攀，画面右边孔德京。本场比赛依旧是双败淘汰的第一轮次，80分钟限时抢七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孔德京开球。好，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局，孔德京。中带有球炸进，白球位置。中间稍微偏右一点点，
选球。上手来看的话，有三号的左上，这是单侧。花侧的话有十三的左上。左下方选了一颗，打进之后两库过来。好，再来看右下方十比较直，那低杆一点，左门中袋呢，十二号可以再调。打进一顶，好，继续再来，右边的十一号来看看这个方向、角度，同时也在看十三的右上。这里边右上如果不好打，可以调其他的袋口。从我们镜头角度来看的话，这个右上方还是够的。这些交位呢，一定要留合适的角度，才能够更好的调下一颗。十秒。好，推过来交中袋。交中袋走的有些过头，那需要白球再去来钻缝隙了。首先来看一下一四之间的大缝隙，然后呢，白球看要不要带一个很强的右塞，吃库之后呢，从左边九号的缝隙里边啊上去。没问题，下方准一个案，往前蹬一点点，八号右中。第一局孔德金胜，比分1-0，开球清台，谢谢。第二局，王树攀开球。王树攀啊，开球，有球扎进。好看白球。上方花色的里带跟右边的中带都非常好选。啊，再来，继续啊，
左边的中袋还有，看四啊，能尽量的稍微轻一点，蹭点七号的包边也没关系啊，可以调五。继续把五打进，往右边走，七号中袋继续向下。后面关键点还是要看一下下方红三的左边袋口。这球，这个力量稍稍有点轻啊。那么花色上手来看一下，十三，中袋有的薄。这边能看得到，十二号的右下角袋口并没有被完全挡住。同时呢，也再去比量，用十三下方去接力啊，黄一，争取把这个右下方袋口再扩大一些。哎，看这杆接力，接近。好，来看白球，左边下方还不太好打，那上边来看看十一号的左上角准一杆，继续调一个八号跟十二之间缝隙的十五。打进，好，再来，十五号向下有角度，继续的高杆吃库，往左上啊，三八缝隙的右边十。还可以，继续还是有向上角度，那再来继续的推弹过来，十二号还可以打右下，如果用低杆去顶的话，就是右边的中袋。顶了一下，好，中袋再来，没有问题，继续。第二局孔德金胜，比分2-0，谢谢。
第三局，孔德金开球。十秒。中袋扎进，白球。左边位置来看，选颜色。啊，这球想打单色的话还是有难度的，下方五、四，两边的底带。好。看一下左下的准度，这出杆位置还有点麻烦。十秒，延时。直接横向的勾黄一。犯规，吃到了带角啊，勾的角度有点大，犯规了。自由球。刚好是吃到了带角。好，上方打进，再来左边。有接力啊，拿十五接红三，红三下方可以把十一 K 出来。这球呢，下方十一没有带到。这样的话，看看后面十一的处理。十三还有。左下方准一杆，薄了。右上准进。好，来看啊，黄一离带角有缝隙的话就还能轻推进啊，没有问题。再往下下方的两边啊，三六。继续，六号打进，然后呢，左边的两颗啊，三四，十一号没有挡带口。再来，继续看三啊，
角度大的话，这个位置推的话，正常右边上去，左边的中带。要蹬，那就左边上去，右边的中带。第三局，孔德金胜，比分3-0。谢谢。大师经典，风华失利。大将运金，卓越品质。大显神通，一定乾坤。选台地，找球技。第四局，王树攀开球。这一盘的中带没扎进。看右中，一打一 K， 又 K 了一下14。现在打起来会有点麻烦啊。首先下方的话，要打的话变成一个传球了。没有传进。10秒，解道。解道还有的传。有这球顶得太轻了啊，顶得太轻了，这个左下还不好打了。上方四再调，好，中带有。这颗球的话，下方来看看啊，二这边还有点麻烦，有没有 K 球的想法？不然的话，你叫到右边边框的缝隙里，从上往下打，12还是有点挡。好，来了，可以到。K 到之后效果不算好啊，继续的需要再打进一颗再过渡。
就是左上八五打进，然后下方拿六呢，很强的左塞吃库往右边再去调这个二号，就是连 K 带交位。十秒。直接防左边六，轻轻撞了一下，上方准进，再走看白球，啊，这个位置有一点点的尴尬，十四能打到是最好的，但感觉会有点挡。上方十一很薄，右下方来看十五。再来打进，看白球过花色之后呢，左边这颗中带有，但角度上会有点尴尬，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，八号在下面，左边底带被挡，尽量叫呢就是叫到左边打右边的底带。看白球，这球想绕三库的话，对，要看看吃库的位置。十秒。直接第一杆过来，顶了一下十四，还有的打，继续的需要准度右下。没有问题，看白球犯规，第四局上方吊带犯规了，比分要送给了对方一分，谢谢。第五局，孔德金开球。
佳丽的开球，看十一啊，这杆开球力量是非常大的。上来打进，看左边勾到九一 K 有效果，这杆好，这杆的中带是有的打的，再看这杆十四的话需要用加长把右上角啊，十秒延时，再来下方带口打进，白球呢不要弹起太多，右下继续，那就看这杆交位啊，正常在这个方向直接往上去走，还是调一个左边的传球位置啊。好，到这儿看看传球，传进。这杆球还是有一个向上角度，用低杆往右上方一走，黑八左下。下方准一杆，第五局王树攀胜，比分2-3，谢谢。第六局王树攀开球，看左下六号左下方进去。
胜负打进，再来看一下这个点，中带还有，再过渡。红三，八号跟十这个点位呢，刚才也是没勾到。再弹起来，中带还有，再下来。好，这里边看看交位。啊，这杆还是比较关键的。七号呢，它并不是一个很活的位置啊，附近挡了一些带口。调到中带，调到中带，看这杆球啊，左边中带，白球稍稍带一点点中高杆，右边可以顶一下黑八啊，这球 K 好了之后呢，右边带口会很好打，没问题，很准。第六局，王树攀胜，比分3-3，开球清台，谢谢。麦皮头轻松上手。第七局，孔德金开球。双方的这个进攻的节奏也是非常快啊，你来我往。有球扎进。选球花色好选，单色的话有难点。好，来看一下上手九，一推一顶，看这个点位，右边有十二号，角度会有点大。我这杆球想调十一的边库，等于说这个低杆还要稍微低一点，但力量还不能特别大。能看到十号是够下的。没有问题，再走。十四还有，可以继续的中高杆，还是四六缝隙这个位置可以直接上去。再绕一杆，
准度。没有打进。我再看单色。下方再来，继续六号，角度有向上，中杆推击向上，这球可以直接奔着上方二条都可以了。继续中低杆右上，力量刚刚好够用，左上还有黄一中带有，选直一点的，用低杆再调一杆，中低杆好打进，自然下来，继续的中带，第七局王树攀胜，比分4-3，谢谢。第八局王树攀开球，中带炸进，比较好打的就是右边的花色13，然后看这个方向和角度呢，还有向左下的角度啊，十号的右中有，那正常的中杆蹬下来就好了，先把10跟9这里呢，把上方10打掉。继续好，再调右中有，弹起来，继续角度，角度看看有没有多少一点点向上呢，
这球向上有用，低杆可以左边横过来。目前稍显犹豫啊，或许是有点偏直了。哎，看一下这个点位。十秒，延时。哎，这角度还是应该略显偏直啊。偏直低杆回来还可以打左上啊，有机会。啊，这球有一点点的后斯诺。好，我来看一下单色，七中带有，后面主要还看一下红三这边。交道够直，低杆往回缩一点点，四中带啊，继续。差了一点点，自由球。直接摆角度高杆过来，看效果 K 到一顶。这颗球的话，二号还是有些难度啊，有点薄。一打一勾，这样的解开了，然后再把六打进，中杆往左边蹬一点点，红三中带向上，四左边中带再下来。再来，角度，还有点角度，有低杆，点过来底带，第八局孔德京胜，比分4-4，谢谢。
第九局，孔德金开球。中袋扎进，选球五延时，来看花色。选了单色啊。比赛时间已过半，那么上方一顶，顶完之后呢，这个时候要考虑好找合适的机会啊，把四号球解决掉。这个点位的四号，来看看想法。首先黄一啊，两库过来奔着右边，倒是有一 K， 稍微带点高杆。好的，K 到没问题。这样的话解决开了这个边库的难点。那么左边六再打下方红三呢，要找一个好的角度，准一个。直接打没有打进，顶了一下，顶完之后呢，左边的中袋十二号有，最好是可以先把左边这个先挡掉啊。十秒，延时。中袋的十二小提杆，好，上来之后呢右上直接准度打进啊，白球要往上走，上方十三，角度有，这球有一点点向上，有点偏直。
强行的左塞高杆过来，到这儿难打了。十一号呢，下方底带只有右边有很大的角度。看看想法，要帮进吗？拿十帮二，减速，白球停在下方防守。漏了右上的四，还在看啊，这个位置要拼吗？很薄的一颗六号的中带，五四哟，犯规，非常大的力量啊，白球呢吃到边库，飞出了台外。稍等啊，换个球，上面。自由球。打进右中。再来十号球啊，这个球可以稍稍的看想法，打薄的话就走两库。轻了，好，准一杆，第九局王树攀胜，比分五比四，官方暂停十分钟，十分钟未到判负一局。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，精彩比赛马上开始。大师经典，风华失利，大将运金，卓越品质。大显神通，一定乾坤。选台地，找球技。天药球杆，化一切为可能。超级蓝钻皮头职业版，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，韧性好，弹性持久，颗颗精选，粒粒碾压，严格质检，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，超级蓝钻，祝您夺冠。无畏魔力，披
披荆斩棘，十年一剑，只为把最好的给你。野豹球杆，超级蓝钻皮头大师版，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，韧性好，弹性持久，颗颗精选，粒粒碾压，严格质检，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，超级蓝钻，祝您夺冠。小麦皮头轻松上手，超级蓝钻皮头大师版，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，韧性好，弹性持久，颗颗精选，粒粒碾压，严格质检，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，超级蓝钻，祝您夺冠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十局，王树攀开球。双方的第一个阶段九局过后，目前王树攀5-4领先。这场比赛其实一上来孔德丁这个势头还非常猛的，一上来是一个4-0的球。第四盘的时候呢，打8号白球吃了两库之后掉进了右上角，然后连续的被王树攀赢下来5局。现在呢是5-4，比赛呢是抢七的，能看到双方这个进攻的节奏是非常快的啊，这场比赛非常好看。再来十一，为了让白球呢不要走得太远，打得稍微厚了一点点，没有打进。10秒，延时。来看5号，直接接力啊，做了一杆防守。好，来看这个白球位。
样也是用自己球去勾了一杆对方的袋口。再看这个点，中袋有四，右下有一。左边打了一杆啊，这个球是非常准的。再打进上来，这杆球要看效果和想法了。打二低杆横向顶六这边，既要你上方二打进，又要六 K 出效果。这个球，没有打进。到袋口的位置，再来看，继续花色这个点位，看左上有想法吗？十四，哟，这杆球左上方没打进，右上方运气球，啊，下方再来看啊，右边有十一。啊，这杆球失误了。没有打进啊，白球少了，想去调二号的左下。来看看右边，
没问题，白球角度推过来，中带第十局，孔德金胜，比分5-5。谢谢。第十一局，孔德金开球。有球炸进，白球在左上的位置。选球14、12啊，稍稍的有一点点的犹豫。14是因为角度稍微有点大，不太好停白球。右边边库一库弹起。好，看看落位怎么样，还在走。啊，这个球尴尬了，没得打。这个力量有些过头，10秒，延时。很不好去处理，打包边。好，看白球放的位置，实在不可以就控制一颗。10秒，比如目标球或者白球，稍微大力的打了一杆啊，这个球要看看单色，对，就这杆球力量有些过头了。打进，有些轻啊，中带的红三角度还有点大。
有这个球也不太好处理啊，临近的六右中，但右中呢还不是一个很好的可以白球向上的角度。长台拼进，有准度，再推四上去之后呢，白球继续留黄一向下，这个准度在关键时刻非常有效果。继续带低杆啊，左边下来，有一个很强的左塞啊，这杆球，杆法也不够低，左塞比较强，叫过了。强行的拼了一杆打进啊，再来，还有薄了啊，这样的话十号球右中。白球，九号中带，这杆看想法，上方是没问题的，十五十一。关键要看看右下方这颗难点的十二号球。下方来看准度。打进，好，再来八号，第十一局孔德金胜，比分6-5，谢谢。
第十二局，王树攀开球。看白球位，左上，打进，过来，中带有，角度有些偏大。再来继续，十一号，右中还有，十号。没有强球啊，那左边再推九下来，十二号右边稍微较直一点可以啊。登过来没问题，中带继续。第十二局，王树攀胜，比分6-6，开球青台，谢谢。决胜局，孔德金开球。双方呢现在是双赛点啊，两位球员也是握手，再次的同一起跑线啊，一盘定胜负。有球进，
十秒，稍稍的有点犹豫啊，来看看选颜色，左上红三，右边中带花色，选单色的话这里边黄衣麻烦，八号球的话左边底带如果没有的话还要调右边的中带，用四倒是好调，用五好调，但上手黄衣还是有难点。我们来看看花色，花色的话上手十号可以打，后面九号中带没有可以调左上，要选单色。那么第一杆左边要 K 黄衣，哎，刮了一点点薄边，来看这个薄边，这个薄边还是起效果了，有效果。下方打进，左上再来七号，好，这边再来看看下方的一二之间的过渡，四号要留向左的角度，用四来调八右中，再来二号的右上，这杆来看四，白球啊，推下右向左，白球位置中带，很考验出杆的质量。本场比赛结束，孔德金胜，比分7-6，开球先台，恭喜，好，谢谢，恭喜啊！孔德金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这场比赛里面双方打的是非常精彩的啊！从前面开始孔德金的领先，到后面王树攀的一个反超，再到决胜盘啊，非常好看的一场球。那这场比赛的直播暂时到这里，下一场在14点整开始，我们稍后见。